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听。我够惨。OK， 我们五月三十要说啊，做到最好。什么事要做到最好呢？做所有事情都要做到最好，对不对？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到最好，是不是？已经快要六月了。对，没错。那你做事情可不可以做到最好？可以。可以哈，来，我要称谢你，因我受造。今天几号？奇妙可畏。今天是五月三十号，在诗篇139篇第十四节。你没有看到是什么吗？所以我们这边讲的所有神呢，创造我们呢，是帮我们创造什么？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是最完美的。所以我们做事情，我们要做什么呀？最完美的，做最好的。所以要说做到最好的功课，要不要写到最好的？要。对，功课当然要写到最好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五月三十号的快问快答是什么呢？31号，31号。好，你平常最喜欢做哪？这个你都不用回答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题目说你平常会做哪些家事，你喜欢做吗？没做家事，当然不会喜欢做了，对不对？你会做家事吗？会。你做什么家事？倒厨师机。倒厨？好吧，算了哈，你算是你有倒厨师机的水，没错。好，今天回家记得继续倒，可以吗？嗯。那跟大家说什么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